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非常刺激，要考验大家判断力、听力的游戏，大家都玩过，叫做老师说，玩过没有？都很有把握，对不对？但是胖叔叔是玩老师说的高手，请注意听好，我的规则是：从现在开始，五秒钟过后进入老师说状态，任何话没有老师说，千万不要理我。哦，千万不要理我，我可能随时会骗你哦。除非你听到我讲一句话，就是老师说，老师说这个游戏结束，你要听到我讲这句话才真的结束，不然永远都在进行状态中，不会有最后的胜利者啊、哦！现在明显已经过了五秒了，已经进入老师说状态了啊！好、哦哦，我们准备开始喽。好、哦，有信心。好、哦、好、哦，那我们待会怎么举手干嘛的呢？都要注意听我的这个动作啊。好，那现在准备开始喽。好，我们先请起立。好、哦，待会要注意听哦。好，有起立的呢，就已经是死了一次了。那啊、哦，没关系，今天呢啊、哦，特色啊。哦那个原则上他可以死两次啊、哦！好，来，老师说，起立。老师说，举右手。老师说，举左手。老师说，放右手，放左手。又放左手的也是死一次了啊、哦！好，来，老师说，放左手。很好啊、哦，待会死两次就要自动坐下，可以冷静的观察我的伎俩啊、哦，没有关系啊。哦好，老师说举右手，老师说开始挥手，老师说挥快一点，老师说再快一点，老师说更快，停。好、哦，有停的就要坐下喽，好、哦，坐下喽，哦，老师说停，非常好，好、哦、手放下，好、哦、手放下要坐下，哦，太厉害了，老师说手放下，很好，好，接下来继续，老师说接力。老师说立命，老师说敬礼，老师说立命，老师说敬礼，立命，漂亮，老师说立命。好，剩下这五位呢，可以说是非常厉害，我们要继续进行严格的考验。来，请到前面来排一排，来，哦，这边是高手啊。老师说，请到前面排一排。好，面老师说，请面对大家。哦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。颁奖了啊、哦！哇，今天讲的是相机一台，好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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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接，好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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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有领奖的动作的请坐下，请没错，因为没有老师说不能领奖了啊、哦。好，我们最后来一个军事动作训练看看，到时候呢，听到。老师说向右转的时候呢，哦，就是向右转，哦，老师说向右转，哦，好，注意喽。老师说向右转，还没开始。老师说，待会儿向右转就是这个分开动作，动作一，哎，这个动作一是只有到一半啊，动作一带一半啊、哦，好。老师说向右转。基本上这样就全部被我搞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动作一跟只要做一半，完全都是没有法力效应的，所以只要老师说就要全部，要全部要做完。我会这样说，哎，好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说嘛，一种。